我说你很累，里面坐下话去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 Era， 我系队长肥仔，我系副队长阿迪，我系普通成员宝奇，我系前队长一九三。今次我哋唱呢首歌咧，其实系娱乐风云嘅片尾曲啦，咁叫做《我们不睡》啦。其实就系上个礼拜咁就收到 WhatsApp 就话有首歌，跟住吓咩歌？娱乐风云唔系录咗主题曲嘅咩？肥仔嗰首咯咁，跟住系问咗好耐，唔知系咩嚟嘅咁。咁今日就嚟咗呢度。正所谓 ViuTV 嘅跌落嚟嘅馅饼，点都要食噶啦。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咧，系绝对好听过主题曲嘅。其实唔关阿 J 事，个问题喺肥仔度。因為阿 J 一個人救唔到肥仔，但係呢首歌咧變相我哋三個嘅天籁之音咧，就啱啱好可以救到肥仔嘅問題。唔識唱歌就拎佢 rap 咁樣，你冇意思噶嘛？做咩啫？點會咁做先？嗰首主題曲係咪就呈現咗唔識唱歌走去 rap 噶？你哋講到咁，我冇嘢好講。咪係咯，佢自己都認咗啦。都係真係肥仔嘅福利啦嘛，即係片頭片尾都有肥仔。片頭係咩歌嚟？片頭咪佢同 J 嗰首咯。嗰首唔係片。我想应该肥仔应该牺牲了很多色相去换回这个机会给我们 Era 可以一起唱一首、片尾曲这样。其实理解回其实本身这首歌是男主角唱的，男主角是 Era 其中一个成员，所以就假假我们要唱咯。我自己这样看啦，因为、始终我们都是一对组合嘛，是啊，那监制可能看中了我们是一对看中我吗？这首歌你的嘛。 看中我，但又不让我一个人唱。你知道你自己咩料，算冇得一個人唱。我真諗以為佢係講緊 cookies 嘅。哦，因為你不睡，我不睡啊嘛。咁我諗我哋 Era 會唔會都睡？如果 Era 睡咗，我哋叫做不如改叫 Era 不睡啦，好唔好啊 ？Era 不睡，係跟住睡哥個 show 搞人哋啲嘢啦。我覺得咁樣對一九三好唔公平，因為大家都知一九三即係喺 Era 嘅擔當啦，顏值嘅擔當啊嘛，係咪先？咁都冇所謂，因為啱啱我睇完一個 comment 之後咧，網上啲 comment 就話我哋四個其貌不揚，樣衰啊，而家咁樣做明星嘅咁。唔係，我覺得有所謂，因為你除咗樣之後冇嘢睇啊啦，到嘛。Era 唱呢首歌咧好邪啊，佢即係好似 cookies 咁九個睡成四個啊嘛，佢十二個有咩我不睡你不睡咁咧？我哋四個冇乜嘢啊嘛，唔係啊！我發覺其實而家咧公司係捧緊肥仔同姜圖同一個 level 嚟嘅。姜圖出兩首新歌，我就出兩首主題曲，勁咯！今日你曝光率高好多啊，講真，每日都嚇、啊。你諗下林保怡嗰啲男人心一字馬，流芳百世啊，你咪就係行嗰條路咯。演繹上平常心咯，即係我哋都係聽翻專業嘅人嚟教我哋咯，係咯，即係唔可以加咁多自己嘢咯。但你呢排好中意以 happy 白嘅感覺入代入所有嘢喎。雲浪嘅幸福係。差唔多，差唔多。即係幾似我哋而家身處呢個環境咯，即係大家打工仔啊，或者可能有夢想啊，但係永遠都可能即係未成功啊，咁我哋就可能要咬緊牙關咁樣度過咯。即係我嘅演繹，我係會即係用翻啲真嘢去真嘅情感落去咯，因為我覺得喺 Era 呢個組合入面咧，真係會令人好攰啊！即係每當我諗起一九三個樣子。嘅時候，同埋寶琪仲有肥仔喺我隔離，嗰種春風吹，春風吹，吹散了婦女嗰種情感就出曬嚟。哦，最近我換咗一個新嘅唱歌老師，咁佢就教我咧林宥嘉嘅唱法，咁我翻去揣摩咗好耐。林宥嘉一直唱 live， 你見到個嘴都係咁樣嘟噶，佢咁樣講嘢嘟咧，會令到你嘅空氣咧唔會周圍四散咧，咁就集中啲，咁會響啲咯個聲。你試下唱一句。你對我説你很累。你下著在邊會死？我哋 Era 主唔係，我哋 Era 主唱嘅娛樂風雲片尾曲《我們不睡》，密切留意，就快首播啦！耶！你講錯嘢喎，一九三，你見到我細聲咗嘛？頭先咪麥咗。為你的心碎而心碎，但渴望散在天空會不碎。